报告院会，现在继续开会。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延长会议时间，请议事人员宣读民进党党团提议之内容，请宣读。民进党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一会期第一次临时会第一次会议，于7月26日星期二至7月29日星期五期间会议时间之延长，拟请院会同意于7月26日星期二、7月27日星期三、7月28日星期四，每日下午6时至次日上午9时均继续开会。7月29日星期五上午9时至下午6时之会议时间，再延长至7月29日晚上12时，是否有当？敬请公决。宣读完毕。请问院会有异议？没有异议，我们就通过，我们就通过民进党的提案，我们就通过啊。我们现在来处理，就是从现在到礼拜五的晚上12点。啊，从现在到礼拜的晚上12点啊，啊，现在报院会现在进行我们第15案，请宣读国民党。